千元的炒價到底是什麼概念呢？如果以一年的收入大概只有3120元的埃塞俄比亞工人來說，分分鐘連個發泡膠 booster 都買不起。或者講翻近啲啊，以香港住宅平均尺價11000元嚟講咧，呢17000元咧都夠你買起一架階磚多啲啲嘅。